清楚哈。有没有？你看我这门啊，这么亮了现在。把那个行人复位也能复位就好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个不好说，哪有？有办法，你看，办法是有的，把后面加弹簧嘛，弹簧弹回去。都人工短缺嘛，哪像我们中国。她是女的，不是铁的。我哪知道哪个？你不说不说说的呀？说来她这平地的树挺好，没事的，她热的。她再说把那个铝已经打光打光。